再过几天就是端午节，为了同庆过节气氛，台南市议员蔡旺全协助争取经费，社团法人台南市友善爱心协会、台南市湾里社区关怀协会、同安里办公处等单位合办粽香包粽活动，今日在同安里热闹登场。30多位社区婆婆妈妈凌晨4点多分两个场地开始炒料包粽，男粽则是帮忙煮粽，目标完成3000颗粽子，并分送每户里民及弱势家庭，联络社区感情，也让大家过了快乐端午。社团法人台南市友善爱心协会理事长林志文表示：“今天是咱这个台南市友善爱心协会哈，跟这个同安里办公处哈合办的这个端午节白粽哈，阿兰五兰来自咱湾里社区，大概有30多位的咱的阿上哈，套在细店的来家包这个粽哈，啊，大概目标要包3000颗的粽子啦哈，啊分送给每一户。”大家在咱万里小区，咱家的弱势诶，迄个家庭哦，可以希望大家当过一个端午节吼，大家快快乐乐。啊，当然，这个协办单位是咱这个同安里吼，咱的林良伟里长吼，啊，加咱这个友善爱心协会吼，我是理事长林志文，我们让讲做回来吼，办这个活动。啊，今仔吼，这个大家做踊跃啦吼，做踊跃来做这把这个肉粽的活动。啊，希望讲大家当这个联络感情吼，联络社区民众的感情。啊，大家哈可以过个快乐的端午节。阿迪加嘛，祝福咱所有的乡亲哦，还让身体健康啊，平安。同安里里长林良文强调，虽然准备工作过程繁杂，但很卫生，里民们也吃得很高兴。啊，阮迄个真感谢遮哈，同安里遮长辈、遮乡亲、遮士大啊，庆祝迄个端午节，啊，大家来斗阵来为这个社里来绑这个肉粽，或者这里民啊共同来庆祝。哦，啊，感谢这里面，感谢这长辈，感谢这阿姨。现场的粽子香气四溢，婆婆妈妈们包粽，男粽负责煮粽。虽然手忙脚乱，但煮好的粽子充满用心和温暖。参与活动的民众也表示，不但维系社区感情，也让里民们明年还想再共襄盛举。阮这里店做了够好啊，啊，阮这大家安尼只老街安尼，伊对这里面拢足好啊。哎，我你大家哎，有这个肉粽通吃，啊，有这个活动通去办，足够个嘞，啊，足新鲜安尼啊。啊，我是5点半就来啊，5点买6点就来。较早。嘿啊。是只白白了，所以。嘿啊，啊，所以阮这都拢足早讲啊，较袂遐尼啊热，啊，大拢白白个安尼啦。啊，今日白骨啊清点啊，哦，3000多粒。佮在王家3000多粒个啊。真头个嘛，足有意义个啦，大家足支持个。你做个为这个社区哦，做个一路服务的安尼啦，真热心啦。记者林佳怡台南采访报道。